拜托你出了这两个字。停台哦，你们看到我下半身，我都已经启动了哎，这有引诱性哎，哎，这个变化球不要理他，放个屁！你还这放屁？哎，大家好，我是豹子队方长勇，今天与戴教练还有我们黑狗队的领队哦，约了要做练习。我们前几天其实有接受这里的教练一连串的训练，今天其实是休息日啊，只是我们想说还是维持着手感。在这里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一次约的这个教练呢，他不希望说他的东西在网络上做散播，没有让我们拍摄，我们也必须去尊重这一位教练，个人觉得比较可惜的。不过这一次我们也会在持续的去寻找更多的教练，拍摄成影片跟大家分享。不过我们这一次最主要的训练的课堂数比较多的教练没办法让我们做拍摄，那接着我们就到球场去做今天的训练了，走吧。今天来到的这个是洛杉矶的一个球场哦，这位黑狗队的领队，我见他五次了，我看到他三台不一样的车哎，还讲电话，还讲电话，先不要讲啊。听说好像他有六台还是八台的车子，我的天啊！可是因为他说美国买车便宜哦，对啊，他自己也喜欢车子，所以他有收集非常多辆车子。今天天气好冷，奇怪，这不是洛杉矶的天气啊？因为你来了啊。前几天去看球，天气都很好，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要遇到要练球就给你变这样子，我好冷哦，你赶快去跑一跑，动一动就可以了。你们都喝热的，只有我喝冰的，我不知道外面那么冷。教练，你的咖啡Daniel买的，咖啡是我的，你的是冰的。没有热的，热的，冰的我的。这个袋子留着不错哎，我那时候兄弟的袋子我要留着，这个很好装哎。那时候有三位拳嘛，练习生而已，那帽子我还戴着，那个都值得纪念。我没有30年，留着我觉得很棒。你的车就停在那里啊？你有这么懒惰吗？哎、欸，这个是碰打出的 Moto Compacto 哎、欸，你不知道吗？什么 Compacto？ 你上网查一下，这个超有名的。我等了3个月才拿，然后这个比 Cybertruck 还有名。这多少钱啊？1000多块钱。30000。碰打出的折叠电动摩托车。我想要骑。可以啊，我就是带来给你玩的、啊。好，你去骑一看，来，我帮你拍。哦。这个可以收进去，它就变成一个长方形的盒子。哎、欸，好了，我要练球了，我才不理他，我去热身了。但教练也跑去骑了，他真的蛮好玩的。之前很冷，现在骑，等下风一直。对啊，风就一直吹你的脸啊。快慢，来一些简单的变化球。OK。快球先。我瞧瞧那个速差。都一样哦，变慢快慢快。遇到职业球员等级的，那进程会比较快一点，比较热身完成。那像其他的，他们比较弱的，是弱的，比较薄弱的时候，我们就要慢慢来。这是为了安全的问题。有讨论过训练是为了比赛打好。对。那如果你在训练中练到受伤，那就等于零了。等一下我会丢一些内角球给你。好，地中高哦。好，所以来，好换人，谢谢教练，25颗打完了，不错。教练刚说装备组合来了，打不好装备要送来啊。来加油，好注意哦，那个不要太明显了。那你也是要慢慢来，你好了我再开始。好，1、2、3做好，那1、2出来快，对，1、2快，好稍微快一点，很好。那你做一下这个动作，轻松把它做快一点，把那个速度的感觉做出来。Power。好，放轻松，好放松。对，来跳一跳。啊，等一下，不要边推边跳。拜托你出了这两个字。停台湾。OK， 来，可以。然后再轻松挥一挥，我们就打这一桶哦。那等一下我就前面丢给你们打了哦。Okay, 好。我来哦，请那几颗慢抖一下，3颗跟一下球，再来。短距离而已哈，我们先打短的，等一下我再拉长。前面10颗呢，就先轻松打到点就好了。Good， 来这4颗球打了，看有没有什么感觉啊？好，有没有感觉比较会飞？很有感觉，手麻掉了。来外角球哈，好，推，所以教练换球，教练手机很贵。
OK， 来换人。第二轮开始会出，要出点力哦。好，你不是已经出全力了吧？还没。把 Daniel 那个放轻松一点哦，先把动作做完整，轻松打到球。对，来，如果可以的话，分好内外脚的方向，打的方向哦。这两个都外脚嘛，你就不要硬拉。对，很好，把方向先打出来。对，不错哦，内脚都这样拉就好了。OK， 来外角球哦。好。欸，不错哦，好，这个两好球都要去挥。哦，碎，跟昨天大谷的全垒打一样。跟昨天那个双杀一样。来，四颗，慢的。对，慢的比较容易轰远嘛，比较轻，比较容易轰远。啊，定好屌。好。哇，大哥，你变化球变很大呢。哇，哦，这个也贵哦，贵来呀。下一位，加油！哎，对，就这样子哦，轻松一点，轻松一点，肌肉不要太硬哦。尽量看着球啦，看着球打，不要打完头就歪掉了。哎，很好。哎，碎哦，慢掉哦。哎，对，很好。哦，没丢，手机在看，我在看。很好哦，要把握住哦。啊，刚这三颗球，你的 cos 你觉得怎么样？很棒，都是我锁定的球。那你觉得你打得怎么样？还不错啊。OK， 很好。对啊，感觉不错哈，来加油。都是平飞的安打。哎，好。啊！哎，所以要把握哈，四颗哦，球速加快了哈。好。哇！球速越快打越远啊。这是二把哦。啊！哦，不过这红中也是应该要挥啦，只是没打好。哇！球棒太轻，挥棒速太快。哎，没办法，双杀。好，万能。双杀有什么要件？就是代表球要打得够强，才有机会双杀，还要打得够准。下一位，刚刚那一个训练就是模拟第一颗球的打击，打者的锁定。有在玩野球魂的那种游戏，大家都知道，那个叫强振。第一颗球没有好球、没有坏球的情况下，我锁定什么球路，只要球进来到那个范围，我就一定是攻击。那打得好、打不好，这其实就是需要靠训练。这个训练模式，它会把比赛的情境也带进去，推荐给大家。好。哇哦！哎呀！好。哇哦！好球！这不是我锁定的直球啊，它是个滑球哎！哇！哎，这个变化球不要理他，放个屁！你还这放屁？坏球！哇！还来！谢谢教练。哎，那个手机。换这位选手，我们手机先收起来，有点危险。他没有买 Apple Care， 我有买 I Don't Care。刚刚教练就是在手球第一颗球的时候，再加入了变化球，让打者的脑袋是有一些清楚。没有好球跟一个好球，就一样的攻击，就等于是打手球的感觉。好，抓你喜欢的，那等下再打有好球的那个攻击策略。好，那就是要看状态，看投手，今天投手比较弱，所以没有，今天投手太犀利了。到目前为止能够打得好，都是投手喂球喂得好。这么讲话。好，手球的感觉，坏球不要理他。变化球好球不理他，变化球良好球不理他，还是变化球不理他。加油，我三颗。不好意思，教练忍不住了，我就想打。这路没到，算谁的错？算我的错。这算谁的对？都是教练的对。美派三张一军，有时候就是要忍住了，不要乱想，连一个人七个变化球。哎，不是我要的球。棒！这一颗哦，那就算职业选手了哦。打得到，还打得远。他是个内角低的坏球。这球如果良好球，你会怎么样？想办法又碰到他。OK， 很好。棒！有道理吗？有一点 jack 掉，这个不及格，我们标准比较高。呜呼！我也觉得他漂亮。棒！棒！谢谢教练 ，Thank you very much。等一下，耶，拍手。
大家可以看得到他有非常多的鼓励，每一颗球之间都跟选手有互动，不会是让一直打，让一直打，让一直打，不会那么无趣。就我们讲了嘛，我们其实来到这里看到最大的不一样，这里的教练非常的愿意接受选手失败，而且会陪伴选手一起失败，不管打得好打不好都是。我们来这里接受到的教练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当然不是说台湾的教练不好，其实我们台湾教练很多都有在做进修，这样子的方式也一直持续的带入我们台湾的棒球环境里面，他会跟选手这边互动，这是很好玩的。两好球嘛，对，哇、哦，测试一下哦，没问题哦，啪，两好球，没有换球，安打，这个丢头，要求很高哦。安打，如果正好被手背布阵接到怎么办？那就走回休息室。心情会怎么样？心情还是保持好啊，因为击球是好的就好了、啊。结果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观众朋友听到吗？要学起来哦，这是重点哦。啪！三游滚地球。啊！还是安打哦。三球对决。两好球吗？对。好。今天午餐哦，今天午餐哦，要当裁判。文成来了，啊哈哈，有，午餐有着落哦，哇哈，还是安打，哇哇，啊比赛结束了哇，恭喜 Daniel， 靠你了，2-2，没败没败，自己的午餐靠自己的球棒打回来，没错，大家是棒球懂吗？教练我要赚午餐，你不要花午餐就好了，进攻很好，两记的两好球，哈。哎、欸，再回一个，对啊，OK， 好，那你成绩应该会减吧？帅哥、哦，来加油，哎、欸，哎、欸，重心留住啊，哈，哎、欸，没办哟、哦，来蝴蝶，哎呦，你也怕昆虫哎，三颗对决，是那个摩德，好球，你跟刚刚那个选手跑有点落差哦，好，先选球，先看球，你刚不重要，先消耗你的体力，这两好球呢，你三对一次了、欸，对，对。小小熊，小小熊不给你算，给你教练，昆虫，哇哦，今天比输一比一，看谁请吃饭哦，好，看我的，快点，接下来这个训练就是模拟比赛，没有好球，没有坏球，那一个人打三个打席，安打，不错，你把握到你喜欢的，昆虫。ball， 是他说的哦，我认为是好球，但是他说 ball 了，我们裁判比较宽，给你坏球。哦，包！你们看到我下半身，我都已经启动了哎，这有引诱性哎，知道了滑球很厉害了哦。没想到我更厉害吧？呜呼！来问一下，刚刚这球你为什么会出棒？动机还有目的是什么？两坏球，这颗球是我锁定的直球内角球。对，碰到两坏球，投手都会比较想要投好球。而且这颗球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不会那么的快，因为投手会有一个心态是我要先抢到好球。对对对，就是打者的机会，你知道包括哪些吗？没有好球，一个坏球；没有好球，两个坏球；一好三坏啊，没有好球，三个坏球。其实也是啊，只是看当下。有认真学哦。是，谢谢教练。好，再一次。好。被干两次安打的很不爽。哎、欸，不要丢人哦。做球有听到暗示哦。结束了，三个打席 ，Good job！ 教练喂球很好呢，因为很准，差不多就在那个位置。那当然他会因应的一些时刻来做一些调整，有时候他会故意丢一些坏球，这就是训练。大家也许可以看到这种比较偏向美式的教学方式。其实你注意看，我们都打三个打席，只有三颗球，这么少量的训练，其实就是提升选手的专注力，让选手可以更专注的在他要训练的他的策略球来，他要怎么做攻击这样。这种训练其实是跟我们以前那种量化的训练，当然也是需要量化训练，只是现在因为也相对来说比较接近比赛，量化训练就会稍微比较少一点。注意哦，一样三个打席，没有好球，没有坏球、哦。刚刚是新人联盟的，现在二 A 的上来了。呼呼呼呼呼，甩问啊！等点哦，棒子有断掉吗？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感觉怎么样？三垒接到这个角度应该是三游穿啊， okay， 应该是安打，没办法，那屌他有价值。第二个打席好。蝴蝶球，甩问，哎呀，对，两好球，两好球，等级不一样哦，小心哦，哦，安打呢，有掌握到哦，这个投手失投，本来想要丢人的，就丢到中间去，来，第三个打席，坏球，差一点拿到电话，吓一跳，没关系。坏球，两坏球来了，这时候把握失投球，最好是直球。直球真的进来，但是太快了。年纪大了哦。Two ball, one strike。
哇靠！呜，球是白的，很新哦。Strike out， 昆虫。哦，被捞到，但是这应该左外野接杀了。谢谢教练，曾经打过小联盟的投手过来了，很有。哦，所以遇强则强，遇弱更强。宝宝，哎，刚刚这球没丢出来，完帅完爆，哎，接外球吗？土帅，完爆土帅 ，change up， 好，投手上空小飞球，加油，第三次，哦，帅，没败，很好，安打球，又来这一招，今天最后一次打席哦，可能最后三次哦，加油加油，噔噔噔噔，还配上音乐哦，噔噔噔噔。等等等等等，哇！游击滚地球，我说不一样就不一样哈、哦。哎呦，好球！哇！怎么样？应该是个二垒手方长勇飞步接到传一垒出局。对，二垒手是方长勇，所以出局第三次了哦。本场比赛最后是打击了哦。等等等等，盖也来啊！哇！又是 key。没办法，教练帮他建立了很好的信心。比赛应该打得很好了。好，谢谢教练。没。一样哦，喜欢的哦，帅呢，哎、欸，真的有进步呢，这位大叔，哦，连两支哎，没败，三连发，跳球，好嘞，下次再来，捡球，收摊，就如同大家所看到，这种比较美式的教练，他们是非常注重热身的。再来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打击的数量不会太多，但是他会加入情境给选手，而且给予选手信心。那就算在选手失败的时候，他也会去探讨为什么失败，要如何去做改进。失败的时候，教练是陪伴的角色，而不是责备的角色。刚刚教练他自己也有讲到，给予选手信心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等一下还有手背练习吗？午餐时间呢？因为今天的行程只有打击而已，好的话麻烦再预约两个小时。今天我们就是预定两个小时了，时间到了就切下了，不会再去像台湾这样子啊，多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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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练可以再定时间，这就是我们这边的习惯模式。本来就是这样，使用者付费这是很合理的事情。下次不要让教练收器材，谢谢。没有没有，我等一下我要收了，只是刚我们在拍摄，你可以先去喝咖啡，其他的交给我们。哦，我等一下下一句话就跟他说教练收东西。好，你这个牌子的棒子不错呢。那你会打了几下？没办法，弹性。你有打？我们送给教练一支我们的联名球棒，价格多少？32,800。真的吗？没有啦，3280，4000块台币左右。这么便宜哦？这个等级在美国买不到呢。我们有分两个等级啊，这个是就职业的等级 ，PRO 等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业余的等级，让小朋友用的。真的不错啦，我那天扛了几下，谢谢教练，弹性很强。谢谢教练。如果你有缺木棒的话，记得有爆的。Yeah, 有爆的哦！加管是什么？加管是爆啊！车子是什么？车子是加管。所以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其实就是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间。拍摄这影片其实最主要还是要让大家看到在美国这里的训练是如何训练。那虽然教练是台湾人，但是他也是在这里也已经一段时间了。这里的训练以及台湾训练做一个结合，各取各的好处，那把它融合起来这样。刚刚那种情境式的训练，这个其实我自己是到职业球队才开始有这样子的训练模式，那可能年代不一样。如果你们现在是国中、高中，这样训练方式对你们会是很好的。那再来是带教练，天使的台湾日是在几月几号？5月29号。不管你是从台湾飞过来，或者是你就是在洛杉矶当地的华侨朋友，都欢迎来共襄盛举。带教练也会在那里。5月25号也有运动家队，两队会串联在一起，然后会有美丽的拉拉队从台湾飞过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到天使队的官网，或者是到运动家队的官网，就可以购买台湾日的门票。水手队也忘了讲，4月26号。这部影片上线，我不知道水手队是不是打完了，有可能。没关系，反正我们就讲，那大家都到官网去做买票的动作。如果在美国这里想训练的话，那就麻烦请拨我的电话626-567-9246，我会告诉你一些训练的资讯，还有我们怎么运作。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并且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 ，Daniel，Say goodbye， 拜大家，继续加油，继续加油，赞。叶宝弟的应援怎么跳？应该我看人家一力跳那么漂亮，为什么你跳就长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一力没有我可爱，我跳起来感觉非常不一样。一力是 sexy， 那你是？我是腊肠。